知道。你这个心狠手辣的火阎罗，别以为你不会有报应，你的祖宗八辈只配烂在地狱里。我们经历过，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是英雄，不需要同情。你呀，平日里不当家不知可怜人贵，可这回我出的本钱最多。我说一句，你呛我一句，不然趁着现在折得少，散伙算了。